兄弟们好，现在是凌晨的2:45，哎，马上凌晨3点了。刚才打着游戏，哎，一下子没网了，然后我就重启电脑吧。哎，我以为是电脑的原因，然后我就给前台打了个电话，他说电线那边叫修工程什么的，然后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来。哎，现在趁着有时间吧，一个小时到那膜也贴完了，我现在，然后我接了瓶水嘛，在卫生间接了瓶水，我现在的话就把膜贴上吧，反正一个小时也没事干，挺浪费的，好吧，时间也充足起来，那去贴膜去吧，好吧，哎，现在出发，凌晨3点了。大晚上挺寂静的，哇，现在天气也暖和了，现在这个点的话也不是很冷，现在的话都不冷，穿一个破短袖都不冷。哎呀，夏天就要到来了，啵啵，嘿嘿，现在已经到了，啊，停车场没啥人，那灯一直开着，哎呦，又没啵啵啊，工作了，好吧，先把它展开。开始工作，几个床，1、2、3，这个就不用贴了，这个的话从外面是看不见来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个小的，六个，行，应该够了，我买了一个全车的，20多块钱，在某多多上买的，还行吧，哎，看看效果吧，好吧，开始。现在膜的话都已经贴完了，哎，自己贴的还行吧，嘎的不标准，哎，只要能管用就行，20多块钱，性价比很高啊，找别人贴的话，啊，不得又花好多钱，是不是？能用就行啊，要求不高，好吧。垃圾的话我都已经放到车里，到时候我扔出去。嗯，现在的任务哟，现在的任务现在把这个贴上，好吧。这一边一个啊，这边一个，那边一个，来整上看看，大家看看效果如何。现在是凌晨4:13，哎，那窗户上都贴完了，我本来想贴这个，先把它贴上去了，我一看，哎，不行，太反了，我的天，有点太招摇了，兄弟们，咱还是考虑一下没贴，属实太卡哇伊了，属实有点太傻了。东西都时间差不多了，4点了，应该连上网了。现在回去自律吧，好吧。现在的话，明天被子到了，被子还有床垫什么的，就可以在车里睡了。应该到的话，今天到的话，应该能睡了。啊，现在出发吧，先把锁一下。嗯，啵啵不行了，兄弟们。OK， 不是还坏了嘞，哎呦，哎，现在回来了，现在应该有网了，哇，先看有网，开始今天晚上的啊快乐生活，好吧，啊，凌晨4点了，这浮木的话，这还有一瓶，还不够的，
等会儿早晨的话，咱弄瓶中毒啊。现在是1:00多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行了，还有手上该洗洗手了，这个手上啊，该洗洗手了。行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大家晚安了，晚安，卡巴卡。